快过圣诞节了，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布鲁斯·罗尔斯顿议员在他的办公室里举办了每年一次的庆圣诞活动。布鲁斯·罗尔斯顿是分管宗教的碧西省议员，中文名叫赖赤纯，他住在素里，夏天时曾经举办过两次公园巴比克活动。每年一次的圣诞活动邀请了部分社会求助对象，坐轮椅的丧失劳动能力者，而更多人则是看到 Facebook 上的通知而前来参加的。在两小时的活动时间内，大家陆续来陆续走，没有统一固定的时间，也没有开场白、领导讲话、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因为搞这样的活动就为大家创造了快乐的机会，大家品尝食品，自由交流，已经在享受快乐之中了。人群中有一位女议员，是碧西省分管政策立法的议员苏哈迈尔。女议员和大家一样拿起盘子吃自助餐，在人群中与人随意交谈。这是一次简单却很有意义的交流活动。Feliz Navidad.